自己的位置是被发现了的，前面看到了一个小子，位置很危险，哎，飞回来了，那个就是老文杰需要打出。受了呀，这个解脱之手很难去同时防给他。哎，扛塔了，第一个闪现一失血，哇，这点火直接烫死了，这波失误了。攒了一波风，其实这一波牛头和亚索是想好了的。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包括根基啊，包括这个 RNG， 他们这两个战队的一个选择，我觉得也就预示着这个版本你要玩 ADC， 你还是拿姆。还是吃进去了 ，NOC 在后面反蹲，这波直接靠了一个虚弱，这边打起来了。牛仔这边的血量有点低，亚索先逼出了一个闪现，亚索先挡。哎，要看我，要进场了，新来这边一个天女散花，但是这边的话玉鬼还没有死，玉鬼最后是吹了一下，玉鬼活了下来，哎、还两个干掉了金刚影。哦，这波老年的玉鬼发挥太好了 ，FDR 还是被门多直接一个头锤撞死 ，RNG 这波凭借小明一个完美。倒出来了，正面想上，直接投来。哎，这边左一旁边的 POP 没有能够打到一个巨魔，但是这边甲午前锋已经被处理到 ，M 炮过去，哎呦 ，MD 要死了，这还好一个风墙，包括皮姐烈也是怼了一下，这一波小火，哎，还是被烫了。